大家好，我是因为在饮品店打工而一条爆炸的胡叶涛。他说我见过最美的男人。虽然奥斯卡今天不是他们组的中心位，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中心位。你在我心里也永远都是那个 C 位。好痛啊！奥斯卡，我去迎接他。后头还有谁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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